来讲，像安尼伫咧地方，少年人长久伫咧经营的对地方的历史探掘，或者是再现哈，然后召唤地方的民众来一起了解这种的行动哦，这是一种现实的行动，也是一种历史的行动。我感觉讲应该来赞声，我想用咱家己的身体、身躯来体验历史哈，这是永远会当的事。当这个世界一片漆黑，你化作微风。